Hello， 我是杨佑宁，然后在这边要恭喜韦博还有玛丽，你们新的节目《娱乐乡民》开播了。那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节目，因为可以让我们好好的说话，能够有专业的讨论，有关于我们现在这一个专业领域上面，我们自己台前幕后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内容。那在这边也是要祝那个娱乐乡民加油 ，fighting。